出门在外拍片，轻松自在，舒适舒适，手持上脚架，轻松好料件，悠然子公司，悠然子的包包好的没话说，非常的好用，坚实耐用，可装的东西可多了，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各位看到，登山杖变脚架，爽，登山杖变脚架，迅速操作没问题，登山杖变脚架，爽，轻松操作，好便利，好，立刻变身完成，一只，好，可以担当重任的脚架就完成了，可以进攻，可以防守，随时随地呢可以脱离，坐球棒队的保护杖也 OK。 好，那么包包的介绍一下，这个包包分为前面跟后面，超大容量，这个也是亮点，这个亮点叫折叠支架，我们要变身一下啊，变身，等一下再继续停止。